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世界。今天我又开了20次来谈论这个超难扭蛋机台。我上次的技巧就是要夹正前方的，然后水转20嘛。那么第一，我要看看多久才能夹出三颗。那第一次我们是没有中的，侧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回到正面，出一颗了，超快。只是正面没有货啊。哎，这边没有货，我必须得补一些货。哎呀，没中，这一颗有机会了，这一颗。哎，水转时间还是早了一点，算了，我要试试看侧边的，无信心。这个要再过来一点，这样都过来。OK，这样前面的蛋也有了，夹正前方的，然后甩爪。OK，哎呀，哇哦，我出货慢慢龟，什么鬼啊？我竟然把慢慢龟夹出货了。这个只是我拿来用来挡的，等一下把我的慢慢龟拿回去挡。到底是什么鬼？然后这边有一颗蛋，蛋我就先蛋的部分我就先 OK 它滚掉了。那个慢慢龟竟然翻越挡板。OK， 夹正前方的小颗扭蛋，小的难入爪。我故意把它摆成这样才有难度。OK， 我现在10次了，出一颗，要有点难入爪。OK， 入爪了，2颗了，这个有点，这个好了，2颗了，最后一颗。最后一颗我还是要挑战旁边的好了，把它都摆过来。这个蓝的，哎呀，出了，完全直接挑战5颗好了。直接挑战5颗，啊，完了，我没甩到爪子就不会中，它会外丢啊。看，完全把门忘记关起来。目前20次还没夹，我已经出了3颗了，所以我决定挑战5颗。那颗绿色的有办法甩到啊？没办法，颗绿色的我就啊拨过来一点。哦，这边大的都在这里。这样也没入爪，太夸张了。OK， 20次没了，200块3颗扭蛋，有点不值啊。再开20次，最后2颗，哇，又没有。我现在目标锁定在黄色的，我两个方法都试试看，一个是侧甩，就是横向甩爪，等一下夹起来才算。这次就算我15吧，横向甩爪，不会又要出了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一颗黄色的会出吗？对不起啊，各位，有一个扭蛋掉了。这样子，我靠乱摆牌、乱摆牌的方式，那边有一个洞，应该是可以滚出来的吧？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最后一颗。打到头上掉出来啊 ！OK， 枪位，横向甩爪啊，掉到外面，放回原本的位置好了。我还是试试看直向甩好了，直向甩，
哎，我现在这个。好，果然是很难中的。我竟然捞到了、欸。喂，保夹，保夹不算数，再夹出来一颗，哎，那个是宝吗？还是他卡爪了？好了，这一颗必出了啦，这个直上 ，OK， 哎，竟然转爪，我的娃娃机什么时候学坏了？好啦，就这样，包夹也算啦，5颗，刚好6分钟，拜拜。